我衣服都穿 L size。等一下，应该是要说 L 吧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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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到底怎么样才对？同学来了，台日韩谁的英文才是 number one？ 哦。很整齐的这一次哈，很整齐耶，整啊，哎哎，英文真的很重要，是是是，对不对？有些时候你看这个 international 的节目，哎呦，就要讲一讲 English， 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Ken， I've been a hos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ve only been nominated once in my life， I never got any awards， okay，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to all the judges。哇 ！I will always love you。哇！好好哦，对啊，英文从来对提名一次而已，从来没有得奖。Right， Golden Bell， 还是要跟评审们说，我爱他们，永远爱他们，永远爱他，希望他们记在心。可以啊，对对对，给我们一个机会，对，也顺便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international， 有时候必须要说一下英文。对哦。像这种可以宣扬台湾的节目，其实是可以得奖的，入围，对，至少入围了，对啊，至少入围嘛，对啊，对啊，对啊，讲台语其实也可以入围啊，这样子讲台语，对对对对对，大家我们讲台语蛮硬的啊，台湾我多抓本事啊，菜皮蛋糕还会办我做，但没有入围的话，等于没有哦，对，等于表演没有用，好，我们大家就当每一集都陪伴 Ken 哥，对，走过这些创伤。有一些疗伤之路，有些告解了。再一个月，再一个月，创伤症候群来，没有问题，我们一起走过去。好 ，OK。但是其实哈，除了台湾之外，因为我们台湾人有时候，有时候发音有一些口音，说我们好像不好，但我们不好，还有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日本啊、韩国啊，对，都觉得好，我们不用跟人家比第一，我们只要找有人比我们烂的，我们就有优越感。你又要对不对？扯到我给人家的优越感就是我没有入围，然后他们入围，然后他看我的表现就知道说，我的表现是比较差。好了，再这样我要塞球球到你嘴。对啊，好了，千万不要，我会兴奋。来，怎么样？说，所以我们今天跟韩国台日韩的代表来啦。哎呀，欢迎啊！今天要来好好比赛一下啦，啊，对不对？啊，比赛看看谁的英文水准是比较高，谁水准稍微还可以再加强一点。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其实有时候外国朋友看他们说，哦，好像有点西方脸孔，他们英文也不见得好啊。对啊，不一定会英文。他们现在台语说不定说的比英文好嘞。而且我记得加纳英文也不好啊。加纳英文自己是之前有承认过，对不对？你在笑？他这个是快生的感觉，快生，快生了，快生。他现在会忘记很多事情。五个月了，五个月了，啊、五个月了，发一万，对不对？很开心吗？很开心。等不及看到他，他会跟你一样的星座。啊，我想说他会跟你长一样。还有，好可怕！我还以为我跟祖雄有什么。他会是跟我一样的星座，那你要小心一点，他说不定也不会入围哦。有可能。有，晨晨哥有入围，晨晨哥是跟我同星座，他入围了。哦，这不是星座的问题，他年纪比我大很多，我还有机会好吗？好 ，OK， 现在我们直接出一个状况题来考大家。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们这边台日韩代表呢，当作去报案的人啊，要跟警察报案，警察报案，非常的危急，是，所以你要跟警察解释清楚这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其实有点难。哦，那我们西方代表就是我们的警察代表了，马丁好了，好不好？我吗？马丁蛮像警长的，他还有 look 哦啊，有没有？有背心，有背心。哦，这个背心还有那个会不会太小啊？还有浮水的功能，这个比较像救生员。救生员，背心跳水，经费不够啊，浮起来的功能。水警啊，专门抓偷渡的，有没有？第一组是那我们台湾代表派一个，台湾啊来。好，就我了，你了，你了，好不好？我们那个秀慧姐放在下一棒了哈。秀慧姐，秀慧姐今天很漂亮。什么样的状况？来，请。Sagino 如何？如果他是演员，他很会背剧本。不是，我有几个字不认识啊。中文，这是中文哦。怎么会有理解力这么差的来宾？好，加油！状况题，请开始。Sir， 哎呦，Sir， I hav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 problem? Yeah.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assist you with? You be quiet, okay? Just listen. Okay. Excuse me, mister. I'm an officer of the law. Minute with it. Let me see something. 忘记了，你
都还没开始讲就忘了，要拜堂哎。Before I come to that here, and I buy by car. Okay. The car have a driver. The driver is very tripping. The driver is very tripping. Very tripping. And it's a crazy guy. He is what now? Crazy guy.Crazy. He's a crazy. Your driver is a crazy guy. Okay. When I leave in the car, and he said, "Wait it. He want for me the night coat. Hey, hey, night coat. I don't go. Underwear. I'm sorry, sir. Would you like to report a crime? He want for me the underwear. You know. Yeah. He drove you to a place and he sent you off on your way.咔咔咔咔咔！等一下，你看，因为刚刚就有一个状况，到底听得懂？对啊，听不懂。没有，我有听得懂。他有司机，来载他来到这边，然后叫他离开。马丁听着 ，He sent you on the way， 就是他把你带去另外一个那没有，就对啊，让你下车啊，然后你就走啊。对，那其实是 on the way。其实是我们要讲的是 underwear 是内裤。You don't know underwear? I do know. Oh my god! You don't know underwear? I'm sorry. I do not wear underwear. I'm sorry. 其实马丁你不用 sorry， 因为其实这么长。对。对啊。很长啊。这可能，假如他真的要报案完成的话，可能会分上下集啊。对。他竟然脱内裤，那个司机脱内裤给我看。那边还很小。那边小小的，然后还说要把内裤送给他。对，叫吓到他赶快下车。所以班杰，如果你要讲的话，这个大概应该会怎么讲 ？I was going to Nehu, and then the driver he took off his underwear and he tried to give it to me. It was really gross. We gotta catch this guy, bad man. 解决了，哇，好像已经讲完了，换转播几句话就讲完了。对啊，哇，他英文不错呢，吼。你看他班杰名字旁边有写两个字，美国。美国班杰啦，好 ，OK， 表现算不错 ，OK 啦 ，OK， 时间花比较多而已。谢谢我们马丁警长，哎，谢谢马丁。其实就于台日韩大家比较起来的话，你们是不是真的觉得台湾可能还稍显好一点点？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如果要跟这三个国家来比起来，我觉得台湾真的算是比较好。耶！只要我们台湾好就 OK 了啦。对啊。因为韩国、日文在那边，他们的发音就真的是完全听不懂，他们太多的那个外来语是不行。一个重点是台湾敢讲，他会跟你哈啦，会。像日本更不能讲了。我去日本买一个衣服，我想问那个材质是什么，那个店员就讲日文给我听，我听不懂嘛，他就跑到旁边的人，他们两个就讲日文，然后讲很久，结果后来他就跑把那个价钱给我看，说 price。Price， 大家觉得你在问价钱而已，对不对？讲英文 ，Price， 那就结束了。Price， 我个 Surprise， 对，衣服是什么材料还不知道。What a surprise！ 有客人给你看价钱，你就是笑到了，你就不要了，后面就没有问题了。哦，所以日本的朋友，我先确认那个客人。啊，有一些他们是用道歉代替拒绝这样子。啊，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衣服就消失了，就他就不会出现了。对对。但也算是有礼貌，就是日本、韩国真的是比较害羞一点，台湾的那种热情啊，就很想要讲。可是我们会遇到比较大的一些困难是在菜单上面啊，因为对啊，因为我觉得太多台湾人，他们他们的翻译的那个菜单就是完全没有道理嘛。然后自己就这边又倒了一袋的一些，我之前是有看过的。好，对啊，如果你是一个讲英文的，你不是台湾人啊，看这些。对，你就完全不会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料理啊！好，你看，你们猜猜看吧。第一个很好笑。什么 ？Under the water soup。Under the water soup 就是 Disney 电影吗 ？Under the sea。Under the sea。Under the sea。在水底下的汤。哎，这水里面的汤怎么会下水的？对啊，下水吗？下水啦。下水的。下水啦。对啊，就是下水的。没有，你问哪一个英国哪一个就是不是台湾人有听过下水塘是什么？观光客看一个 Under the Water Zoo， 我跟你讲，而且会吓到，因为下水塘他们真的会觉得是下水道里面的塘，我觉得是好，那是厨余。可是我们必须得帮台湾讲话，好，那个下水塘你要怎么翻译成英文？它
是什么？下水汤是什么？应该叫 gizzard soup。gizzard 是什么 ？gizzard 是指内脏。其实直接这样讲就好了，因为它下水上翻，它是直翻。可是问题是，这个牵扯到文化，是你英文国家里面没有这个文化，他就完全听不懂。对啊，所以就要说里面有什么。这个翻译等于是就是其实只是形式上的翻译。嗯，可是为什么要写英文呢？哦，就是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好。所以说我们有英文菜单哦。哎，我们对对对，看起来很台湾是蛮喜欢自我感觉良好的。你如果批评我们，你就滚出去台湾，那你离开啊，你不要住台湾啊，这样对，觉得台湾很热是不是？那你不要住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氛围了啊。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会用中文的思考来讲英文，让外国人真的不懂他想要表达什么。我对啊，我一开始其实中文真的不是很好的时候，一开始来台湾了，我们在一个 party， 然后我一个有一个男生的朋友，他是美国人啊，然后他就是有点皮啊，有点白白痴在那里跟女生讲话，然后有一个女生啊，台湾的，他跟他说，哎呦 ，You are so naughty。我们听了 You're so naughty， 我觉得哇，因为在英文啊，如果你都已经是大人，然后人家跟一个女生跟你说 You're so naughty， 就是感觉不只是你很皮的意思，就感觉他对你有一点点意思，他才会讲这句话。因为英文讲，只要是成人讲 naughty 的话，是带有一点点性的，有点暗示情趣的。结果呢，坏坏哦。结果对啊，结果那我的朋友他就很兴奋啊，他听了就很兴奋，我跟他说 Yeah， go for it， man， go for it。哎，那个女生讲完，又说，然后底下直接走掉了，就离开了。对，但是意思说你很皮。就没了，但对对，你看嘛，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文化的确是在课本上面学到，它就是翻译就是调皮，对，应该要写坏坏，然后带一点语气，这样解释更清楚才行啦，对不对？好，王婉儿以前上英文课的时候，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想说啊，我以后一定不可能去出国啦，我也不会认识到外国人，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就是在睡觉，不然就是在发呆。然后在那个国中机测的时候，英文就考零分呢，零分呢，哇，这么骄傲，对啊，哇塞，那你输我，我三次机测都零分。他真是一次而已，我三次，你三次，没有，我就考那一次之后就没了、啊，所以就没有后续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考不到三次。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骄傲讲零分的事？对啊，还要补，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所以害我没有录？后悔，我超后悔的。现在我反而就是变成说，哦，原来长大真的会出国，哎，真的会认识到外国人，对呀，然后就不能跟他搭讪，不能跟他聊天，不能跟他讲话，很痛苦呢。是哦，对啊，你现在看到外国帅。帅哥就觉得，哎呀，早知道应该好好学呀。对，不能每次都是跟他打完招呼之后就没有后续了。现在学还是可以啊。会不会你现在学完了以后也还是没有后续呢？会有后续，因为外国人很喜欢我们长这种就是东方脸的女生。是真的吗？班杰是天菜，他整个。不管是身材啊，或是脸啊，其实是在美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亚洲人对，就是喜欢看到外国人都会肉都在对的地方，然后腿不能太细，对，太细就是容易断掉这样子，太细就感觉没那么健康啊。对，然后脸要有那种东方眼，眼睛不能太大，脸也不要太小，太小也不像小优也是啊。小优在美国下下叫呢，小优最好了，难怪一天到晚都被搭讪。是哦，外国人好像喜欢看得很开的女生，就眼睛开开的，有点，对，都是比目鱼是不是？鱼类都会再看两边嘛。对，这 OK 啊，你这样被笑一笑，但是他其实你在国际的舞台上面，他是可以发光发亮。是，是不是我去美国就会入围了？不要，还在那边，不要这样。现在办美签要多久呢？你们不要我，那我就走好了。没事啦，可以。没啦，没开玩笑。对 ，Show must go on 啊，这个英文是顺便在这个我们是今天这个过程当中要教大家一些英国美国的谚语，有没有？就 Show must go on 其实也是一个，就代表说我们人生还是要继续下去，对，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还是要往前走，自己有激励人心的感觉，对不对？好，这一段可以拿去报金钟哦。好，接下来是日本代表要派出哪一位状况题来？俊奖来了 ，Come on，Come on，Come on，This one，This one。
计时一分钟，一分钟来月，注意哦，看一下哦，你也想想怎么讲 ，one minute， OK OK， 啊啊啊。他看中文，然后旁边还要先解释给他听是什么意思，他还要翻英文，他很累。他中文进去以后，先翻成日文，日文然后再翻成英文，然后才能再讲出来。这个题目很难吧？啊，好夸张！是这个人吗？方案是这个。OK OK， so easy， so easy， so easy， 不要硬干。OK， 其实蛮难的。他说 so easy， 因为俊讲是那个庆应的高材生。哦，他是高材生，对，庆应大学很难考哎。十八系，十八系 ，so easy，so easy。哦 ，OK， 状况俊 ，Oh my god， 俊江 ，Let's go。啊，哦 ，policeman，policeman， don't move，policeman，what you doing？ No，no，no，no， not so fast， OK？ I'm Japanese，I'm Japanese，Japanese， OK， slow down， Japanese。Yes， you look so handsome， yes， handsome policeman， yes， handsom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Yes, nice to meet you. I have a problem. Yes? I think so. No. Yesterday, one woman talked with me. Right, okay. And she said, 最后五秒钟。五秒。Her, I have a... 时间到。What?你就不要打仗了，干什么呢？那是 to meet you 什么啦？进入切入主题，他又不是你朋友。什么 handsome police？ 我从到尾只听到说他遇到，好像遇到一个女的，对，就这样跟他讲话。时间太短了吧？时间太短了。那如果再给你十秒，你会讲什么？十秒的话，计时开始，开始。Nice to meet you。晚间九点，中天综合台，同学来了。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台湾言论自由，有中天才完整。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